在今天我们正式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江湖传言已久蔡依林，我们的钻石级的天后，在今天她要正式加盟 Capital Taiwan。 很感谢今天来到我们这个 Capital Taiwan， 这个成立以后第一位艺人刘丽蔡依林加盟我们这个公司的这个记者会。我要请九令来讲讲啊，那么跟这些前辈、这些推手合作的感觉哈、那当然希望加入 Capital 之后，可以再有另外一个新的 Jolin 的音乐形态出现这样子，所以要请各位大哥大姐帮忙这样子，然后我会继续努力。好，在上面有没有看到签约金无价？之前大家都在传哈、是不是这个1亿2000万？我们来看一下九令的笑容，大概就知道了。好，应该不止九万件花艺。好，今天我们要非常的感谢大家的见证，我们希望在全球资源啊提供无上限预算的打造之下，让我们的流行教主、潮流天后能够继续的更上一层。哎，两位请在中间一起跟我们的合约书合影啊，继续让我们的蔡依林呢在全世界的歌坛发光发热。麻烦各位右边，谢谢。好，不是希望啊，是已经签约了，确定要再续签约的，包括跟 Norman 跟 Michael 都是再续签约，对不对？太棒了。接下来的宣传费跟所有打造你的费用，我的老板告诉我，就是尽量的把它推向亚洲巨星，任何代价我们都会付出，谢谢。哎，思雨，哇，一炮而红，就是这个感觉，太棒了。来，我们请几位嘉宾一起到我们的香槟塔，谢谢。哎，请哥姐 Norman、 Michael、 山哥、 Pascal， 谢谢。来，我们请各位贵宾，我们是不是移到舞台中央来啊？那么九令您带领大家啊，一起来举杯一下，谢谢大家今天的光临，这是我们今天这个郑重跟大家饮而尽啊。中间，谢谢谢谢。2006年，我们誓言要拿下销售的总冠军，不分男女。冲着这一点，他绝对是钻石般的身价。我们希望蔡依林加油，也希望 Capital Taiwan 让蔡依林拿下不分性别的总冠军，继续延续过去几年的气势跟成绩。谢谢。有人做什么？我们在今天看到的是史无前例的新专辑倒数计时，每一分每秒都紧锣密鼓，为的就是要呈现全新的蔡依林，以及开拓台湾运用所有的资源要打造的全新作品。我们的目标就是华人销售 No.1， 延续过去3年来蔡依林都是女歌手第一名，我们今年的目标势必要达成，同时呢，请大家期待以及多多的支持跟帮忙，谢谢。有人